他妈他们盘逻辑，放你妈的屁！不要用这种接近或贴脸的方式去说吧，不要这样好吗？就光盘逻辑，投我可以，赶紧投票，没时间了，快投！来来来来来。那凭什么纸老爸四郎我要跟他一起出局吗？没道理啊。那江哥是不是该走了？节奏大师。哎，每天一个黑名单小技巧。每天一个黑名单小技巧。南大飞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我没啥说的，我票站了。你的逻辑就完全是他妈错误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我是不是帮你干掉了一个你觉得老？你不要，你别什么帮我干掉了什么东西？我要你帮我干掉什么东西了？好，那你来，您讲，你搁这蜂王分票，立美明显第一顺位，接着点陈可爱就完事了。好，我跟你投立美。我反正票了江了哈。哎，我套江乐涵一句话，江乐涵急了。我们看结果。我是被蓝胖子他妈分票给分气的，好吗？我弃票了，我一开始是跟着江哥的。我现在有点懵了。每天一个黑名单小技巧，哎，那刚才谁第一轮投票给江乐涵？陈可爱啊，那就输陈可爱。陈可爱，不用讲逻辑了。我没话说了，但是陈还是发现尸体的呀。我只能说江哥是好人，但是我不知道谁是狼。珊珊，你上榜为啥弃票啊？因为我本来是相信江哥，一直跟着江哥走的，然后我看见纸老八是好人，然后我就有点那个。可是刚刚丽美都认了呀。珊珊，你这时候弃票，你就问题大了，啊、我就要怀疑你了，你了呀，我就看你了呀，我刚刚就是在想你的问题啊。没有，我是一开始信江哥，然后后来我就投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一波看对话，我这把珊珊我先放着，我跟着图图，我死了你们就票图图，好吧？你们谁都不要跟，我跟着图图。来嘛。逻辑，我第一轮我就是跟现在只剩一狼，你们该做任务的做任务，我跟着图图，我死了你们票图图，完事了。为啥呀？他觉得我是狼呗。就盘嘛，珊珊你先放在那那嘛。哎，如果是别人死了，你们票珊珊；如果我死了，你们票图图。哎，简单了。你告诉我为什么珊珊放的？那要是狼听完这句话，别人死了票珊珊呀、啊？不是，那如果要是狼，就是狼的话，狼听到这句话了，那转脸去刀别人了，那是不是就是我一个好人我就得走了？那不应该呀。对呀、啊，你这因为我到后面了，我是好人的话，我不想输，我肯定不想走啊。you
刷卡。我果然是个头号搅屎棍呢。图图好像在我的视角里是在做任务的耶，修那个氧气的耶。我这人呢就没什么，我这人就讲信用，遵守死者的遗言。我这人就没什么，我这人就喜欢遵守死者的遗言。你说的还敢真杀江了？他们的人真不是我杀的，五个人在房间里，两个狼，你怎么会砍人的呀？可能就陈可爱动的手吗？是的，可爱动的手，但是不杀，迟早是要输的，为啥不耍一下？没说你呀，我说陈可爱，我说弹幕，我人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推我。我说了陈姐和江哥都有嫌疑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了你在第二顺位，我第一要排令北的。令北他是后来过来的，我早就想杀了，然后令北过来了，我是想着随便推一个出去，不可能推到我的，然后推一个好人出去的，没想到他妈令北过来了，操！你子物出去了，然后他们就要推我，你怎么弄嘛？我不能杀人，哎，人满了，我进不来，啊、人太多了，这个房间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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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一下啊！我以为你进来了，快快，刘哥。三分钟，餐厅死的，是真的。小鱼，小鱼面杀。这一波我跟在小鱼后面，我看到他发现了，我看到他发现了尸体，好吧，我跟在小鱼后面。小鱼面杀，蓝天说小鱼面杀。先推小鱼好吧，小不是小鱼就推我。小鱼面杀好 吧，他面杀，他杀的人，他发的情报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嗯。那他都面杀了，一个狼，一个狼换一个名有啥的？血赚了。对啊，不是有啥好污的？我是想，哎，我是非常欢迎那种面杀跳出来的。啊，不是小鱼就是蓝天，好吧？对啊，不是小鱼蓝天，我这毫不犹豫就投了小鱼。小鱼再见。哎，你们投的谁 ？OK， 那我投小鱼。紫红，兄弟们，人不是我杀的，兄弟们是小鱼杀的。我点错了哦，铁子。当然是发、啊、蓝天再见，蓝天再见。操你大爷！拜拜。人不是我杀的，三三杀的，好吧，我刚刚看错了。哎，蓝天还他妈聊个毛呢，是三三。我要再玩，怎么先推三三再推我？你他妈滚！先推三三，你换一呢？你他妈搁那吹牛逼呢？我操！还蓝天估计是好人，他都没怎么要杀我了，到处跳出来，真他妈的蠢，真的，就这蓝天。
好了，结束了。啊，我操，这么快吗？哎，我就知道是江德涵和蓝湛飞。我刚刚闭麦都说了，因为江德涵一直站着不动做任务，结果没有任务条。蓝湛飞那个指纹也一直等我来了才开始。另外，另外，我刚也是准备去按的，抱歉。我以为图图是呢，然后图图一过来，不可能是图图的，我跟子老八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们第一轮就投了两天，然后图图还有谁没进的？没进要第一时间说呀。人满了，人满了，人满了啊！进来了。我闭麦的时候我就说，估计是蓝湛飞和江乐涵。都进了吧，都进了吧，都进了吧。好，开了。有啥用？有啥用？还不输了。小鱼真的不是。等会再多站一会儿，你就得死。为什么我是凶手？不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啊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在那看飞哥搁那里干什么呢？我手中没东西，然后呢我就死了，我就嗝屁了。啦啦啦，德玛西亚，啦啦啦，下载文件呐、啊，反正就当好人就打工，就做任务，先把任务做了，把自己本职工作做了，有人杀了也无所谓了。小鱼啥时候混进来的？不是给他踢出去了吗？啦啦啦，德玛西亚，小鱼跟我不能认他是好人。不能信这个人老是在我后面捅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能信。这老八有问题，半天任务不做。这老八有一定的嫌疑，想杀我了吗？这老八。子老八他那个做法，那个跟我上一把一模一样，在那等，不可能做这个任务做那么久都没做完的。哦，刚刚从下面来的谁来着？我没记住。尸体在哪里发现的？江乐涵死了。江乐涵不是默默一直跟着的吗？尸体在那个就是从下走那个搞电线的那个房间，再往左边的那个道路那里发现的，就去核反应堆的路上呗。我不知道是哪里，反正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看到的吧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下去那个刷卡的地方做任务，当时跟着我的有一个令北和蓝天，然后我做任务的时候跟蓝天做任务的时候进度条都涨了，但是令北在那里站了很久，进度条没涨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也观察到这一点了。对对对对对 对, 对，就是这个。所以我一直跟着可爱，好吧？对，我一直跟着可爱。令北的进度条是没涨的。是的，进度条是没涨的，是假装。我做了那个刷卡，我就做了那一个任务，怎么可能没涨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没涨，我看着，我一直在那等着。我看着呢，没涨的，没涨的。对对对，没涨，没涨，绝对没涨。但是我不敢。没涨应该是游戏出 BUG 了，你相信我？啊、直接投了吗？不要自爆了，他妈的！你们不要那么自爆，你们听我说。你们听我说，真的，我没有杀三三，我杀的是江乐涵。别说了，走吧，走吧，那边走吧。草率了呀，哎，草率了呀。那行吧，那我自己也票自己票。其实我告诉你，狼人也可以做任务的，他们骗你。你看，你是不是骗我？那你们为什么投那么草率嘛？草率了，草率了。我怎么样给他们放羊？他妈像双狼，好坏吧？下吧，我感觉他要动手。我有问
偷偷指老八送出。季波，偷偷指老八送出。指老八有点可疑，好吧？我说了，偷偷指老八送出。小鱼当着我脸，我一出去，他把门关上，然后卡了点视野。他小鱼贴着墙，仿佛在猛说：“飞哥救我！”然后被偷偷残忍的杀害了。然后指老八是跟在他后面，都一直没有点尸体。偷偷指老八，飞哥我保好吧？是吧？飞哥我保。我一直在看，我一直在看。我一直在看监控嘛，我投图图了。你又撒谎！你看监控，你刚才一直在我旁边。在看监控啊？我没走啊！你看错了，那里不是监控室。就是子老八，还有一个就是子老八，因为子老八在那个刷卡的地方。过来来来来，你来这里看看是不是监控？子老八的行动极其可疑。来来来来来，不来来了被你杀。这他妈是监控室啊！这么大个字管理室，你告诉我是监控室？你点这个，你点这个键盘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你跟在图图后面，你为什么不点呢？直接投了吧，不用说了，就是我没在，我一直在看监控，为什么投？我好人。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有怀疑你吗？有一个连续两次氧气的按钮，你站在旁边都没有给他按掉啊？因为你 CD， 我没有，不是我，就是老八。就是你，不是我，因为默默肯定是好人，因为我看到默默去就是搞开那个，那就是蓝天了，这个导演能修，你还叫啥？那就是蓝天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个图图拉爆了另外一个狼队友，他妈的，子老八就那里就我小鱼图图子老八，然后图图他妈的，我掉出去了，我掉出去了，我也掉出去了。图图你疯了，你怎么敢走？我以为隔着一个门他走了，看不见，我第一次隔门杀人。我 CD 啊，我 CD 啊，不然我连飞哥一起刀了。你等我呀！我不知道你 CD 啊，你杀了谁啊？老倒霉！没杀人啊？为什么我是房主啊？为什么？发公屏上，发公屏上，重新进来，发中公屏上，重新进，重新进。我俩 CD 不应该一起的吗？知道小海吧？我不是人。发公屏上了，重新进，重新进。一样的。叫 EMIBBF。我以为我俩。还在那变个啥呀？进不来，进不来。可是那真的是在看监控呀，我是真的在看监控，我没看到图图杀人，是真没看到他杀人了。都进了吗？反正没进了，反正没发那个码了吧？进了，新发的 EMIBBF， 就是 EM 不，那再进一个吧，那再进一个吧，一个谁啊？小爽，小鱼，小爽，把小鱼踢了，算了，留他玩一局，找不到我就。那我知道图图杀人，我就去点那鸡腿了，真的。哎，刚才小鱼好惨，隔着个墙，飞哥救我！子博，真的你笑死我了，子博，你在那个管理室围着那个东西叫四圈，兄弟。现在太宰治，看你们没动啊。夏目大人的太宰治送出的空投补给箱，谢谢，十分感谢。小鱼就算是跟着我，我也不信他的。我操，六本要砍我了！保护我在这里干嘛？小鱼，我是不信的。那里面有那么多个人，不图江乐涵在抱团，可爱。哦，可爱过来了，可爱和珊珊。你俩有什么好变的吗？什么？没关麦。陈可爱和珊珊。可爱和珊珊走过来的，从那个地方是。我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过来的时候没有实体、啊。不是。你过来的时候没有实体，哪里？那就是陈可爱。你先告诉我。在管理室下方，好吧？哪里？管理室通道。发现了。大哥，我都不知道我去过哪个地方。我去修电的那个地方，刚过去的时候，然后那个什么东西响了，然后我就往回跑，我去准备去修那个东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我连实体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不，我跟你说啊，三三基本上是聊爆了。陈可爱，我来让你这个，你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修好了。对，对啊、修好了。好吧，基本上你们俩团伙作案。我啊，这把先票三三，再票陈可爱嘛。我不顺位顺位，我票三三，我票三三，真的我没话说，我票三三，但是我真的，我操，子老八刚刚还在和我一起做任务啊，不是，我好难过，我杀了，有些朋友说走就走的呀，兄弟，我过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的呀。
就跟着过来了，我怎么就跟他是团？你怎么敢在那个地方杀我呀？真的不是啊，我看着没人，我说我操你妈，你知道我妈上马杀我去了，我当然他妈的原来是仇杀，快投快投！三三三三，你杀完人，你跑过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说那是无了个大爷，我碰到三三，我就立马转头走了。我操！那你就是狼，你就是狼。你现在也洗不干净的呀。那投我们好吧？太恐怖了。先检查让吧。然后再去电器房。拜托托江了涵。是把他们任务都不做的。我他妈卡住了。盖图图江了寒，盖图图江了寒，完了，死人了，死人了，估计绝对死人了。什么好说的吗？从下水道里面钻出来被我抓到。不是不是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说一下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说一下。我跳出来的时候要砍人了，但是我发现我他妈跑得贼快。哦，我好急，我好急，我跑贼快，我操！我想砍江了涵，我一看江了涵看到了，我跳出去，结果我砍了有 CD。一开始丽美说她卡的时候，我就想问她是不是卡那个通道里了。不是，我好急，我他妈好气，我搁那想做任务，丽美从下水道里面他妈跳出来，我赶紧跑，我操，我赶紧跑，我他妈好气，我他妈砍了有 CD， 妈的！我还是我跟你说，我基本上想着他就想杀我，好吧？梦梦站在我旁边，他梦梦都不杀，他就盯着我。我傻了，没看到啊，我吐了。有没有想过梦梦？我就想杀江了涵呀。哇，跑得好快！哦，梦梦，边上还有梦梦是吧？我他妈真瞎，我发现。呀，那我个狼头强吧，供出来是谁？毕世盖。哎。啊！我这人很、哎、我们很老实的，你说毕世盖顺位嘛？陈凯顺位嘛？我这人很老实的，你说毕世盖，我就真出毕世盖。我出飞哥顺位嘛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会骗人的呀，你草率了呀。没事，我出飞哥。我这人是这样，我这人很单纯，很纯真的。我还记得陈可爱的顺位，好吧？谁投我投谁。我投自己一票。太难过了。这样投有啥意义？啊，真的，这小鱼怎么投我啊？这小鱼无脑跟风的渔民吗？这就是，老子他妈是警长，自带一票，服不服？他不是渔民，他是跟着蓝湛飞变成了渔民。你放你妈的屁！老子最多是脑残。操、哦！清新脱俗，好吧，兄弟。又咋的啦？把可爱投了就赢了呀。林北，狼是谁？把蓝天投了就赢了。毕世盖。那陈可爱，江了涵猛投你，你非要不打江了涵，你他妈非要说蓝天，他妈的不出你出谁呀？因为江了涵是好人呀。你怎么知道？江浪还投了两个鬼出去，因为对呀、啊，令北跟三三都是他投出去的呀。对啊，我们第一轮不就说好了，先三三再可爱吗？我都投了、啊，快点吧。陈凯如果冤死了，冤死了再说嘛。
你淹死了再说。好好草率哦，真的很草率，兄弟。草率的获得了胜利，怎么什么第一天的事情你要记到现在吗？我操，真的是啊！可爱，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？我操，可爱，可爱，你真的是啊！我还一直信你嘞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无语。他和三三是前后脚过来的。我跟你说，三三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前面杀的是心路历程，好吧？我阴庭盖调到陈凯这里，看陈凯一个人，然后江浩涵和蓝梦梦两个人冲过来，我们跳出来，我想砍他妈一看 CD， 我操他妈！不是，那 CD 是不是老长了？我不是啊，我几秒就几秒 CD， 我就想杀子老八，然后我冲过去，我好气，刚杀完人我就被抓现行了，我靠，我就慌的一逼，我就混入人群，你知道吗？没混错，没混了，我靠！来狼，来狼，来狼，来狼！真的好气，气死我了！我跑得好快，真的。哎，要把没跟班了，跟班掉了。喂喂喂，兄弟们，有位置吗？有有有有有有的有的。差一个。不杀有什么意思？不杀有什么意思？屠杀有什么意思？糊涂！蓝天陈凯他妈屠杀有什么意思？我能不能……哎，把我任务做成了。啊！杀完了！一人一刀！啊！杀完了！一人一刀！这也太快了吧！这赢了吗？我刚刚杀了最后一刀，我看两个人在我面前走过来，我都给他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活着呀、啊！我直接给他捅了。我对呀、啊，我感觉我撞到图图刀上了。为什么？可以一刀两个吗？怎么刀了两个、啊？没有没有，少了一个名，少了一个名，掉了一个，掉了一个。然后三打三，来来来来来，周公瑾快点，他们杀了三个。房建明，房建明，代号代号。正常来说我真的不敢捅了，但是刚刚急了，我觉得第一把死三个后小鱼出去吧，小鱼出去，小鱼出去，小鱼出去，笑死我了，满人辣，满人辣，满人辣。好，我来了，跟风狗快出去吧。图图刚就在我旁边，笑死我了，包围了，把飞哥包围了。我是想等第二个人进来，你知道吗？可爱就一起、你懂吗？是这个意思、我想这个样子的。你进啊，周姑娘，我操，我是 CD 好了，我直接一刀捅了，我给吓懵逼了，我直接跑了。我也吓傻了，好吗？我也是，我杀了就开子老八变成两截了。我说啥呀？他妈的，一开始追着我来砍，老子还在打碟呢。我操！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吓傻了，我操！这个好玩的很，兄弟。总不能三个狼凑一起干我？截下了啊！不是，怎么这两子咱截下了啊？不是，我不想杀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先刀了一个，然后又我刀了蓝天，然后 CD 好刀了蓝战飞。啊，谁没进来？快点啊！他落单啊！他要是不落单，我都不敢动手。这个猎人怎么这么变态啊？现在没办法，我靠，兄弟，我对不住。你三郎没发现尸体就是很快。不是，怎么这么变态啊？一开始就没了。
这梁子咱接下了啊，真的。别他妈再捅我了！一般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死人了。把人支开！我操！我操！谁？什么情况 ？What's up, bro? What's up? 什么情况？死在哪？在大厅里面，在大厅里面，我是做完那个刷卡的任务，回到大厅看到了这个鸡腿边上有个梦梦站在中间那个暗红圈的地方，他没动。你们先买啊，我放下碗。啊，有我，哎，飞哥可以作证我不在，杯子哥。我跟那个自导玩在一起。我为什么说梦梦在边上？因为我现在的画面，梦梦就在我的画面里面，这边上有游戏角色的，我刚好能看到他的脸，蓝色的，就是梦梦。哦，就在旁边，鸡腿边上。问你个问题，是蓝色还是紫色？那个尸体在大。你先讲清楚，是蓝色、紫色。P O K E M O N。等一下。令北撒谎，因为梦梦一直跟着我。对的。现在令北，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令北，你刷卡刷了没有？我刷卡刷了，刷完了，刷完了。进度条没涨。我跟飞哥在医院的。进度条又没涨，那你把我，那这样好吧？这个尸体是我发现的。现在是蓝湛飞说他跟梦梦站边的，他要把我票了，没问题的。你把我票了，我是个好人，这个梦梦是不是必出？我现在再说一遍，我是个好人，我不会骗你们，对不对？我画面里面梦梦就在我画面里面，现在还在。你把我票了，我是好人，他们两个是不是顺位出局？嗯嗯。陈凯、张我说我任务条没涨，是不是他也跟着出去？一二三，三个出来了。他到哪了？聊到哪了？我刚放完回来。对不对？在哪了？这是令北说梦梦在第一现场，中间按钮一动不动，然但是梦梦一直跟在我后边，我是梦梦的证人，意思就是说我保梦梦，我要把令北投出去，如果令北不是狼就把我俩投出去，不亏吧？加上我好吧，再加上我帮我也投，对，再加上陈凯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感觉好了内斗啊，为啥？就是我现在看着梦梦在我边上，就在我游戏画面上面，好吧，这是一点。蓝湛飞保梦梦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脑子可能确实不好。陈凯来张我这一手，绝对是有问题的。我做完任务跑到中间，他说我任务条没涨，对不对？在我打梦梦的时候，对，好吧，那你们现在就不用想别的，你现在就把我票出去，对不对？梦梦肯定是先出的。其次是蓝湛飞，接下来是陈凯，没毛病吧？那先出梦梦，梦梦不对，出令北不就完事了吗？不是，为什么我一张好人卡我要先被出呢？没有，梦梦在我这里，梦梦一直在我这里。令北在撒谎，你死保梦梦吗？你别分票嘛，你就票我，票我没毛病的。票我，我就票你，我票了。令北，我感觉他是个好人。我票了。令北的发言确实像个好人，但是我对他是个好人，但是他撒谎啊，梦梦在我这里啊。我他妈再说一遍，他就在我游戏画面里面，现在还在。啊！是你们已经聊在聊定了，他在医疗室，你们已经聊定了。投谁啊，兄弟们？到你想谁开始投啊？我他妈懵了。没必要，他这样聊。北子哥，尸体是不是在大厅左下角？对，尸体在大厅左边，梦梦就在大厅中间，站着一动不动。把秋公瑾踢了，我怀疑秋公瑾，好吧？我在大厅中间。我没有，梦梦在我这里，他没有在大厅中间。我是不会投梦梦，我他妈到底投谁啊？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人啊？等一下，先听一下。但是我愿意跟逻辑走，好吧？啊，这是我刚一开始就在那里做了一个那个电线的任务、啊。等一下，我不票梦梦了，那个是集合画面，集合了。我说吧，我说下好了内斗，说你卡了哟，你们两个的话都没有人讲，你又要给我出血。我不知道谁是狼啊，但是我跟图图是在下面的。对，我跟自导在下面。那这集合画面是吧？这不是这波的话。那北子哥看错了，那就算了。周哥是一开始在管理室假做了一波任务，然后他往上面走，所以我才问是不是尸体在大厅的左下角，因为那个是周哥肯定要过去的方向，好吧？我投周哥了。好，我信你，兄弟。我也信你。哦，那我也投，我投不了了，我已经投了梦梦。我投不了了，我已经投了另一个。我就咬死你！我力保梦梦。什么鬼啊？哎，你这个是。这个是集合画面，我不知道这是集合画面。我刚刚挂机了，我去放碗了，我现在弃票，好吧，我现在啥东西都不知道。是哪个？梦梦是我。我叫中风鸡，爱吃肯德基。我去你妈！我啥也没干，我隔着他妈的就投我，我日你妈，这也太扯了，没有任何逻辑。假做任务好吧？我看你是不是假做任务。周公再见，周公。周公。
这太我一定要帮梦梦说话的呀，这个东西你们不要说我们两个怎么了，玩游戏嘛，又不会伤真感情，你玩狼人杀就是这样的，跟打架一样。真的太他妈离谱了，你知道吗？布朗丁，没有死，起码三头都不剩。拍了那个紧急会议，我拍了那个紧急会议，我要票图图，我也要票图图。啊，我要票图图，因为是这样的，我先去做任务，然后图图站在那里，然后我就觉得在那里应该是可以做任务，然后我站在图图边上，我点那个任务点不到，然后再往前走了一步做那个任务，做完任务我往后走，图图还站在那里，然后我看 B 四盖在看着图图，我就跟 B 四盖一起看图图，图图往左边走了一步，就往右边走了一步，任务条没挡，他看我们在门口，他继续站在那里做任务，那任务我们要做一个小时啊！这是失礼，你知道吗？听我说好吗？听我说，那边有两个任务，如果你们真的认真看的话，因为第一个任务是要翻，把树叶翻下来，我以为完成了，结果他还要我再翻一次，我翻两次，然后右边还有一个，他们两个就在一起，我以为你在做左边那个，但是我做完以后，做完右边那个，发现左边那个还是亮的，我就又去做了一遍，然后那个里面要两个门山，如果你们不信我，我做了一共三个任务，你们不信我可以骗我，骗我的话你们两个我一起走。但为什么即使你做了之后任务条还是没涨呢？ 我信他了，因为他做的任务跟我做的是一样的，我没有票他，确实是翻树叶下去。我觉得等一下，我严重怀疑一下江乐涵在划水，因为如果说江乐涵是好人的话，他一定会出来带节奏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局没有说话。我他妈画痴了，我都那妈，你没有投我吗？我一个人带两个人走吗？好不好，我不要票图图了，就票我好吧，票完我把他们两个带走。我不要，我票他，他要票我的，我操，我不要票他了，我不票你，我票的我自己。那我们两个一起脏，我是真的没话说，好吧？没脏，好吧，这是事实，没脏。但是我觉得陈凯一会儿脏令北，一会儿脏我的。上一回合陈凯是不是在脏令北嘛？真的，你别说，可爱身份做好，你身份不好。没有，我当时我没看见，因为你站在我旁边，你知道吧？我一直在那盯着你。我懵了。图图，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跟着我走吗？因为你上一把把鬼揪出来了，我相信你啊，我保护你啊。哦，我懵了。怎么投啊？我不想票图图了，他只是我听了，我认了。那即使票了，那能投错了，好吧？因为任务条确实没涨，好吧？我做了三个，在那个房子里做了，在那个房子里两个，其他一个地方一个，我两个任务做了没涨。我操！这里面必有狼，好吧？你们自己分析吧。这样牺牲，哎，死了也能够忘记的事情，接接接一接，当个我忘记死了也能做任务这个事情。哎呀，我要做任务啊。我先说一下，因为刚刚狼不是搞破坏了嘛，然后你们都觉得我是狼，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是狼的话，我不会在这里按这个按钮，我一直在站在中间等，所以说我就是想说我绝对不是狼，但是我觉得怀疑，严重怀疑江乐涵有问题，好吧，因为我觉得你在脏我，确实我第一把的时候我没有看清令北是不是在做任务，我当时我是不知道，因为我确实看了进度条确实没涨，所以我才说了一下令北，但是我带你的节奏就是因为你这一整局你都没有说话，所以我就觉得你很有问题，因为你就是好人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就你我觉得那你有没有第一轮听我说话说我就放晚了，我知道你放晚了，但是第二轮你也没说话，就一全程在划水，反正是如果说江乐涵不是狼的话把我投出去好吧，
我贴脸、啊、行吧。我觉得上盘逻辑搞错了，好吧，我们不应该那样盘图图的，等等。不是，我们应该去盘杀飞哥的那个人。我觉得图图是好人，但是全票图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开始你们说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把票投出去了。咱俩说的太斩钉截铁了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他那个是个大任务，大任务要全部做完之后才涨，好像。反正我直接我们应该去我反正无所谓，你们票我如果不是狼的话，你们票陈可爱就行了，好吧？行，就可爱行吧。我还有北子哥，好吧？我们还有图图，我们四个刚是站一块的，子老八、江浪汉、梦梦不在，好吧？这三个里面有两头狼。这三个人里面有两头狼，你说什么时候、啊？等一下，第一轮周公瑾出局是 B Sky 扔出去的 ，B Sky 必好人对吧？对、啊。然后我刚刚那个就是搞破坏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冲上去做上面那个任务，我看着子老八去做下面那个任务，我跟子老八对啊，我和北子哥两个人解了那个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梦梦、啊，那就在梦梦和江浪寒、陈凯里面推，陈凯这个逼都这样发言了，我们就把江浪寒也这样发言了，就把梦梦推了，没毛病吗？啊！我已经投了江浪寒，排除法，我觉得。先盘江哥吧，我也觉得我先出江了喊，因为我是无所谓，我全程挂机。我刚刚没有去做任务，因为我就怕就是狼动手，所以我一直在中间等着，我一直等那个时间。你们要想一点啊，如果我是好人出局的，二打二狼直接赢了。反正我直接投了。投完票，狼直接赢了，好吧？嗯。这啥？反正江了喊和我懵了。梦梦当中肯定有一个。不对，是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个，我不知道是谁。没事，时间够的。即使江哥是好人，也是二 v 三，两个人去修东西，一个人在中间按警报按钮，狼的杀人 CD 刷不了的。对，没问题的。好，那就听 B Sky 的。走你。江哥还投我一票，江哥最后面的求生欲。这老八牛逼啊，砍人了，这老八。死了也不能阻止我做任务。咱们直接推好吧，子老八还有梦梦、他俩直接顺推就好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同意。我直接推我啊，来。陈可爱把江浪寒干出去的呀，陈可爱不会是狼的呀。我肯定是好人啊。我们三个前世可以拿，我们三个人肯，对，肯定是他们俩里面推。但是我刚刚看梦梦是去修了一下那个电线呢，我是看着他走出来的。一会儿就把梦梦推走，好吧？投我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狼应该不会去修吧，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梦梦修好的。我们票错了还有机会吗？票错了也还有机会。有机会。那他妈乱票呀，怕个菠萝。你按过没啊，里面？走你。按什么？就按中间的那个。没按过。那行，那就把先。梦梦子老白乱票是吧？我要尊重死者的遗言。江浪寒虽然是狼，他票了梦梦一票，我信他。好吧，那我也信他。啊！真的他妈是这个子老八！我操，这子老八嘴上说票自己。哦，那你们三个人中间有一只。我按一下。有一只什么？我就说几只糖浆吗？有一只小可爱。我就说刚刚子老八离我远点，子老八离我远点，操，离我远点。不许动，都不许动啊！我操，都不许动啊！我操，谁敢动？紧急敢动？在危机时刻谁敢动？使用是不是只有你换鸟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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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按钮，是不是你？
不是我，你在传人了，爸爸，快去修啊！在追我，我在弄。是不是你？错了吗？不是有机会吗？是不是你？快按，快按！是不是你？快按李美。是不是你？是你吧？啊，是你吧？哎，还有机会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输了，输了。你不是你知道吗？我好惨，我在大厅里上来就把我头拧了，一群人。根本吧，他妈的最臭的是什么？这把最臭的是猪哥，我跟你说，根本不是猪哥杀的，是我杀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猪哥第一轮扛推。不是，他妈猪哥好惨。不是，我一直以为周哥在他妈大厅杀了人，太明显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没杀人，我杀的，我杀的。我从那然后，我想杀人的时候，他们人所有的人都在抱团。不是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他妈搁那明明没杀人，我走过去就硬说我杀了人，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周哥自己有感受，真的。这个感觉毫无逻辑啊，兄弟！瞬间拧出来了，你令美和蓝天是我都相信的好人，令美第一轮发言我就信他好人，蓝天把周哥你揪出来我也信他好人，我被两个好人说我是狼的时候我心态崩了。但是你解释完我信你了。那没办法了，你就看狼冲票嘛。完了，不要求杀啊！他妈的，除了令美，其他人都在投你。哎，小嘛小二郎，别再砍我了，行不行？我感觉我总他妈被第一个杀。杀了江老寒，杀了江老寒呀！这个逼他妈的，我一进一个房间，江老寒走出来，里面一具尸体，太他妈吓人了！我眼泪差点出来，我操！呀你个鸡腿啊，我操，太恐怖了，兄弟！有什么遗言吗，江哥？没遗言该给投资点。没有遗言，没有遗言。出来的时候撞到他，我他妈很气。投你自己吧，投你自己吧。太他妈吓人了，我他妈尿差点吓出来。你是不是投啥？你怕啥？你尿有啥胆子？他都杀完了一个了，他有 CD 了，你怕个屁呀、啊？有道理啊。兄弟，我又一次发现了死人，很恐怖。我操！在哪？在刚刚图图，唉，从妈的带仇恨的。我不是跟你们一起，然后我走在你们前面的吗？那段是谁？一开始我跟梦梦两个人，图图旁边不是我，是这样的。一开始梦梦、图图和我三个人在一起，梦梦还记得吧？对的。然后我在做任务，梦梦在等我，然后图图消失了一会儿，然后他从下面走上来的，我那个尸体就在下面捡到的。下面是什么？哎，我是碰到蓝天以后跟你们一起回头的。对，你旁边是蓝天，这我跟周哥在右上角。还有一个人路过了，我忘记是谁了。但是我感觉像图图，为什么？因为
我跟木木两个人做那个任务的时候，图图就在边上一直看着我们，然后看了一会儿，看木木和我一直在一起，他就走掉了。跟着你啊。然后再一次遇到他的时候，我路过他。三郎在场，你们聊你妈呢？三个人聊聊明白了，直接打平票刀人不就完了吗？还聊个鸡人？啊？没有三郎了吧？两郎，江郎死了。江哥不走了吗？哦，江哥走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你们，对不起。北子哥尸体在左下角是吗？对，左下角。北子哥还活着。图图是从那里过来的，那在这个还有一个发现尸体召集会议的时候，在图图后面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图图后面是梦梦，我跟梦梦一直在一起。他们是一起的，我跟他们一起的，然后他们一直在扫描那个东西，我就出来了，出来等。那比斯盖也在现场了，那你看到图图，就是你也在现场。我不在现场，好吧，我不在现场，好吧。我迎面跟你撞来的不是你吗，比斯盖？你怎么不在现场了？你看到图图后面有个人，怎么不是你呢？对呀、啊，北子哥跟我是内保的，好吧？左下角我是没去过的，我也呢确认梦梦是好人。我跟周哥是在右上角的，我能坐这。不是，周哥是我在右上角坐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问个问题，比斯干，你为什么能确定梦梦是好人呢？因为梦梦做了那个扫描全身的那个探测仪，我看到了。那我跟他在一起做的。看到了。飞哥，我们三个一开始那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连人都没死过的时候，我看到你做的呀。你忘了吗？你做过的呀。我没做完，我没做完，我去做氧气任务了。你身上冒绿光了是不是？然后我就取消了，我去做那个。对，那个能让我确定你是个好人呀。听我说，那我没法确定你是个好人呢。听我说，我全程单走，好吧，我全程单走。对啊，他是单走的，我是前面有你，后面有他的，我是等你们的，因为我想出来看看有没有尸体，或者说有没有人经过，我想搜寻更多的信息。反正你们两个就在房子里，我也不担心。如果你死了，我就找令北，令北死我就找你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你离得也近，我随时可以回去。所以我刚刚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一起碰面，然后我看你们来了，我们就一起往前走，就碰到蓝天，就这么简单。那、周哥能证明知道吧？你们两个在右上角吗？是这样，我跟你说。对啊。这个纸老八啊，我没怎么看到他。他说他什么一直跟着我，他可能是在我的视角里。但是啊，我只能跟你说啊，就是我确实在做任务，但是我在做任务的时候，我在视角里没有看到他。我走的时候，甚至在走的时候也没看到他。周哥啊，他纸老八，这样吧，看到你在右上角。这样吧，你看到我的，你可以看到我的，我没看到你。纸老八和图图直接顺推，我们把我也算在顺推位，好吧？你可以看到我，但是我看不到你。梦梦是肯定是好人，好吧，我跟他一起做的任务，我看着那个机器扫的他，那我们就在那个，我是第一天推江了涵的，不会怀疑我吧，对吧？那就蓝天和图图里面选择票了，我们四个人票了，在我和图图，不是，我要是我跟周哥不在一起，我怎么知道周哥在右上角啊？我确实在右上角。你要这么想，周哥没看见我，我确实是看到周哥在右上角了呀。那你看到我，我跟你说，我没看到你，因为死了两个人，还有一个尸体没有被看到，他可能在右边。那我其实比较倾向于票图图，好吧，我先票了，好吧，就顺推，好吧，图图我子老八，我们三个顺推，好吧，那先推一下，推我暂时不太想带着子老八，我暂时就看到你们俩，跟一票，图图赶紧把自己投了呀，图图别卡了，可以自己投自己，果然够狠。